莲花生大师的亲承弟子，观音法大成就者，曾任密城四大派教主，西藏历史上的医药之父、桥梁之父、戏剧之父，著名的圣德唐东迦波大菩萨拜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为师，接受甚深佛法的灌顶。根据法界礼节，佛陀不能谢绝菩萨的献供，如无尽意菩萨供奉观世音菩萨像上的宝珠璎珞一样，大菩萨唐东迦波正向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献供。也就是当年莲花生大师的弟子坦汤塔尔波玛。Yes, I am disciple of Guru Rinpoche. 我今天要问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What do you come here today? Just to be your disciple and learn the true Buddha Dharma from you. 他希望能够成为大法王的弟子，能够学习伟大的佛法正法。非常好，今生我一定让你圆满。It's very good. The Dharma King will perform your wish. Thank you. 谢谢。我会收下你这位弟子，因为你是古鲁仁波切莲花生大师的弟子。我这里讲究的佛法是实证实修，当然既然是从第一世到现在第十七世，应该是让你超过第一世的正量正道。